好，欢迎收看一天一星星，我的红台情境拟真训练的烂技术过关法。今天我们要来拿到的是第四关密闭空间攻击的第二个星星。这个星星的目标是要侧身的时候杀两个人，其实应该上一集就可以达成了。记得这里有一个这一关好像感觉相对于前面简单，记得这边是弹药嘛？哎，这边怎么有一个人在这？跟上一次不一样，还没有摸透他们的行为模式，能灌吗？看起来是没有办法。好，一个，剩下60滴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好，两个，目标达成，目标达成。啊，这个床这边是没有人的，上次也是找很久没有人。所以这两位老兄是从哪来的？之前不是都没有人吗？该不会从第四关开始，敌人的模式会大幅改变吧？说上楼梯找找看，上楼梯这边就是驾驶舱，我记得只有驾驶舱有人吗？这边应该都是没有的，先检查一下避免被偷袭。好，来杀驾驶舱那个，我们还有20滴，上50滴血是注定过不了的。探头一杀，超炮枪，接下来的人应该就是会来两个，不晓得在哪里。这边也是一个出口，诶，啊，会不会那两个来的人就是这两个啊？刚刚我杀掉这两个。上一场因为他们爬上来找我了，所以他们死了。这一场我是先找到他们，他们就是在这边绕来绕去。感觉有可能。
再来就是楼下嘛，楼下行李柜这边怎么跟印象中稍有不同？把车开过来。发现一个，哦，这边有一个，两个人，不知道还是不是在原本的位置，看不太出来。好吧，硬着头皮上了。左边这个 ，OK OK， 另外一个要来吗？好像没有动静，看一下。偷瞄，还在原位。从你的背面，先丢个闪。嘿嘿，哎，其实没有被闪到，哎，白丢了。哇，有运送花瓶，昂贵的感觉，好大一个花瓶。有人，这边应该是类似行李的跟那个的，煮饭的地方吧。不知道飞机上面是不是会有煮饭的地方，生产飞机餐之类的。这个感觉可以穿墙纱哦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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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里来的？我躺在那，脚穿出来，我后面没有人啊。奇怪，这枪从哪来的？先丢个闪。耶，剩下三个，糟糕，要是跟之前一样的话，到时候剩下三个敌人就会来了，他们会主动来找我。哦，来了 ！All friendlies have been eliminated. 哎呀，想说看一下从哪个方向来，有个准备，结果太迟了。啊、哦，这就是我们第二颗星，差一点就可以破关嘞！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帮忙按一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新片跟直播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